师团长辛苦了。是我没有料到他们。我没问你原因。嗨，我来这儿的目的，一不是要责骂你们，二不是想追究责任。我来是想告诉你们，帝国军人应该懂得支持而后进。嗨。 有句古语，叫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。中国人把成败看得很轻松、很淡、很自然，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希望失败，所以他们又说：“失败是成功之母。”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你呢？是的，阁下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好，你是我大日本皇军的战花，你的家族精神代表着大日本武士数百年来的武士道精神。希望你不要让这种光荣的精神暗淡下去。嗨，好。 现在我来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。这次我军扫荡的区域在这里，还有这一带。 我师团的主力将全部投入到此次对八路军的大扫荡之中去。同时，第七、第十一旅团将被派来协助我们。该两个旅团的第三和第五大队，吾日将进驻我们防区。这两个连队由土肥原大佐指挥。嗨，山木少佐。嗨，你的任务是尽快消灭这几个。 让皇军蒙羞的中国人，一定要在此次对八路军作战之前完成这项任务。嘿，土肥原大佐，嘿，要全力配合和支持山木少佐的行动。嘿，听说是你在娘娘庙现场下达的撤退命令。 八路的枪手正在对着你的脑袋吧？嗯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不是说你不可以下达这个撤退命令，而是在对付这几个中国人的时候，你至少也应该征求一下山木少佐的意见吧。他的军衔虽然比你低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他才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。 你懂吗？嘿！听神谷中将说，第七、第十一旅团的两个大队，近期将进驻我们这里，没错吧？是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
而且两个大队是由土肥原指挥。是。怎么，你想出办法了？是的，我确实想出了办法。小孩子了，小孩子上知道害怕，可是他们这几位大侠完全不知道怕是什么。宋无娇、廖天生还有铁柱都是报仇心切。那个杜大鹏，你清楚他的出身来路吗？他又何尝不是为了报仇而来啊？哎呀，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杜大鹏。你把野狗拿回去干什么？我给俺娘做褥子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呀。陈师傅说你是块习武的料，你可别让他失望。娘，大鹏一定会跟师傅好好学的。他五岁进了空山寺，拜吴承大师为师，学习武艺。在寺中一待就是18年，他一生的绝学金钟罩和铁砂掌绝技。还将自己一身内力全部传给了他，这不仅打通了他全身经络，更使他神力超人。
不久，小鬼子血洗了骨山寺，寺庙被毁，僧人全部被杀光。从此在禁忌大地上又多了一个专杀鬼子的奇侠，他们的武功小鬼子是无法抵挡，但是如果钻进了那个女鬼子的圈套，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。就现在看，鬼子已经设计对付他们了。是啊，我们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了。哎，百花木啊，可吧，熊熊好，熊熊好吗？熊熊好，熊熊好，啊！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啊，来点吧。要加强城中警戒，是吗？对呀，那真得小心点儿，咱们。没错。哎，我看呐，还是回家吧。啊。哎，有人吧？你买的肉我给你送来了，有人没有啊？哎，来人呐！我是卖肉的，给你们送肉来了啊！出来人呐，有人没有？我这正忙着呢，你帮我扛进来吧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我给你扛去啊。哎呀，哎，哎，有，这肉往哪儿放啊？您看看，太劳您扛起来了。哎呀，没事。还有吗？有，还有一扇呢，在车上放着呢。哦，哎，咱可说好了，丢了算你的，不算我的啊。好嘞，栓子，栓子，来了，管事的，啥事儿？到门口把车上那扇猪肉扛进来，现在贼多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这肉往哪儿放？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这边走啊。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土肥圆连队长要在这里请客，说是跟两个啥队长接风。哦。哎呀，我们可是从早上就忙到现在了，你说说，不敢怠慢。是是是。哎，走了。哎呦，看着点，看着点。哎，走，这个姑娘真漂亮。走了，
买点花布吧啊！您看看多好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买点吧啊！哎，您要多买，买花布啊！哎，您看看多好，您要买就便宜点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！哎，啊！小兄弟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这把京二胡可是赵琴师的。你咋知道啊？赵琴师名震大江南北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您是戏班的？哎，卖花布啊！哎，卖花布！这把京二胡怎么了？哦，这块蛇皮让人给弄破了，我刚换了一块新的。哎呦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那可不是，我师父差点没气死，今天晚上又要用，到现在能不能用我还不知道呢。你们青云社还在唱？兵荒马乱的，有些日子没唱了。这昨儿个警察局长来了，说要给鬼子唱堂会，这不去吧就得杀头，这去唱不好还得杀头，你说这不去成吗？你们要给小鬼子唱堂会？是啊。举高，举高！你这步子再走稳点啊！哎哎，对，这样，哎，举高啊！好嘞啊！哎，你举好，师兄。哎，哎，豆子啊，这位先生是？这位先生是？我来找你们关老板，有急事。啊，我们关老板在里面，请啊，谢谢。脚再抬高点，请啊，谢谢，请啊。好，绷住了，哎，绷住了，哎，好，来练练，进来，来，走。哎，等会儿，不用不用，哎，好，不对不对，直接兜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就这样啊，绷住了，好，哎，先生，请您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去通报一下。没见过，好，哎，请。接着练，再来一点，来来来，绑起来，来。关老板。什么事啊？您的朋友要找您。我的朋友啊？我的朋友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我哪儿还有什么朋友啊？不是还有没跑和没死的吗？嗯，你是？哎呀，廖天！料不到的事情，可是天天都有。谁说不是啊？二豆子，去把大门给我关上。哎，哎，你回来啊！告诉任何人，不许打扰我。知道了，关老板。天生，快，快坐下。哎，哎，哎，都说点啊，看看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那人干啥的？不知道，反正跟老板挺熟的。对，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找老板去。哎呀，别去了，老板说了，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打扰他。我去。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走吧。不是，你要是进去啊，咱俩都得挨骂。哎呀，走吧。好。哎，宋天南一家的遭遇我是知道的，想到你们白云社被日本鬼子斩尽杀绝，这可真是千古奇冤呐。那天生跟宋家二姑娘无交，早已有婚约，关老板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和宋天南虽不怎么来往，但是我们的交情很深，老宋生前对我们青云社也是非常照顾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您说天生这个仇该不该报？该报，应该报。
想起你师父一家和白云社，还有老宋家的惨死，我这心里充满了仇恨。可是，日本鬼子势力太大，要想报仇，那也是不义之事啊。只要找准了机会，想报这个仇，并不难。天生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的堂会，是不是在日本人开的那个酒馆唱？是。是不是为一个叫土肥原的连队长唱？是。那关老板知不知道，这个土肥原，正是杀害宋天南一家的元凶？什么？这我可真不知道。那您现在知道了，有什么打算呢？那我就不给狗日的唱了。关老板，学生以为这个堂会不但要唱，还要唱好。你是说让我唱？天生，有什么事起来说。关老板，天生，来。那学生就直说了。啊，你说。让我跟您的戏班一起去。一起去？去哪儿？唱堂会。唱堂会？对。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报仇的好机会。您知道我是唱旦角，上了妆以后，谁也认不出来。到时候我就在土肥原的面前唱，你想，他能躲过我的绣花针吗？你要报仇，我关教天跟你去毫不含糊。可是。我的戏班子，老老少少，上上下下，好几十号人呢、啊。我得为他们的生死操心呢、啊。这个我已经想过了。您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好，你说。当我向土肥原发动攻击之后，鬼子势必会盯着我不放，我则利用这一点吸引他们的视线。那时院子里一定会乱作一团，你带兄弟们跑出去，鬼子要抓的是我，他们一定不会分散人手去拦住你们，所以兄弟们一定会跑出去的。好，这样我和戏班里其他的几个主事商量一下，毕竟是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吗？你等着啊。怎么？不会走漏风声吧？不会，他们都是跟我多年的交情，而且个个都是血性男儿。确定？吴娇，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替你报仇。要是关老板最后不同意，我也要潜入酒馆，
杀了土飞渊。廖先生现在在哪里？就在我房中。那咱们还商量什么？廖大侠绣花针杀鬼子为中国人出气，今天他要跟我们去为宋天南一家报仇，他不顾自己性命，我们还顾什么？走，带我们去见他。你们几个都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是。好，有种，跟我走。走走走。天生，关老板，我们和你一起干，过来。早就想和廖先生一起杀鬼子，今天总算如愿了。是啊，这位是啊，他是我们青云社的武生头啊，叫杨青。这是我们的花脸李宝山，嗯。这是我们的常务总管叫常水，哎，他是我们的舞台总管叫吴大海。廖大侠，天生有礼了。他们都有一身的武功，愿意跟着你一起干，绝对不行。杀鬼子的事儿由我来做，既然大家有一身好功夫，就趁乱掩护大家离开，然后连夜出城，千万不要跟鬼子纠缠。哪有你杀鬼子我们跑的道理？哎，戏班子的人不用你操心，到时候我们安排人帮他们逃。我们几个的功夫虽然不如廖先生您，可替您挡点身后，这还可以吧？是啊，多一条胳膊腿比少一条好吧？是啊，你看我们这些人不是廖先生您的三头六臂吗？兄弟们，这件事一定得听我的，否则天生就不去了。这，天生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我让兄弟们帮我混进酒馆，已经是连累大家了。如果你们再帮我杀鬼子，那鬼子就会跟对付我一样对付你们，那戏班就很难离开了。就算死了又如何？不错，上当做人杰，死后为鬼雄。莫非廖先生是看不上我们这些人的三脚猫功夫？天生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咱们戏班上上下下二十几口人，如果咱们都去杀鬼子了，那他们怎么办？廖，哎，我们确实不能把咱们戏班的人扔下不管呢。你咋能说把人给扔下了？赵师傅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天生，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在外边都听见了，有的有道理，有的没有道理。赵师傅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不赞成，咋能说把人给丢下了？戏班的人哪个不是长着两条腿？哪个又是一条腿蹦的？能跑的都跑，跑出去就是命不该绝。要是跑不出去呀，那是命中注定。你们说呢？你们都说跑，我就不跑，跑啥？你们忍气吞声的受鬼子的气，还没受够吗？到时候我也要杀鬼子，谁也跑谁跑，我不跑。我们不会武功，可抡菜刀总会吧？再不行，翻抹不自己脖子总会吧？你们不用管我们，跟着廖大侠去杀鬼子。我就不信扁担敲在他们头上，他不出血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都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都听见了吧？连张婶、二姑娘都不怕。
关老板，你是怕啥呢？铁铮啊，还是带领大家伙杀鬼子吧，再不要左拦右拦，婆婆妈妈的了。赵师傅，可是你师傅不凌霄要是活着，他不也得听我的吗？嗯，是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你们都听我的。今天晚上你们能不去的都不去，妇女儿童趁天黑出城去赵家庄，上我家演出的人一个也不能少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粑粑啊。对对，我们都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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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吧，就是我们都去，我们都去。关老板，哎，你们几个再好好合计合计。行，帮帮天生吧。对，叫我说呀，你们不但要帮他，还要想方设法掩护他，帮他脱身呢。好的，赵师傅，我们就按您说的办。好，要是能活着回来也算是一条好汉，要是不能回来，你们的后人还有这里的老百姓都会记着你们的，也会记着咱们青云社老少爷们儿杀光小日本儿，要小日本的命啊。赵师傅，我们都听您的，按您说的办。好，孩子，我们不哭。过去你是名角儿，演戏已名冠天下了，如今可是咱们百姓心中的侠士大侠。好好样的，你师父要是还活着，他也会笑掉下巴的。不杀，好好杀鬼子，不要管戏班他们，你就别为他们分心了，记住了。天生记住了。好孩子，我走了。要演哪一出啊？老生给你伴奏。哎，师傅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啊，嘿，还配不上。天生啊，你到底想唱哪一出？就唱连红玉抗金兵吧。好，好，就唱这出，就唱这出。好，英雄自然要唱英雄了。二豆子，哎，走，定弦试音去啊。哦，走，咱们也准备去吧。走走，兄弟们，在这给你们鞠躬了，谢谢你们。六大将，六大将，
廖大侠不必客气，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唱好这出戏。对，走走走走。是你，Thank you. Do you speak English? 田先生，你就住这儿啊？手，让我陪你。
他扮成了玉姬。嗯，放心，他现在不在这里，他想杀你就一定会想办法接近你，等那时候我们再动手，他修行跑掉。吩咐所有人盯紧玉姬的一举一动，任何想接近连队长的玉姬一律格杀勿论。进去吧。